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军。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呢，大家听了之后会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在公部门是一个廉政、有组织维护力的公信力及良好形象的标章。猜到了吗？答案是政风处。我们先热烈欢迎我们的政风处处长鲁志伟。好，主持人还有市民朋友，大家好啊，大家午安。处长好，第二位呢也是我们政风处，是我们的预防科科长叶金文。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叶科长好。政风大家都会很疑惑，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先来看。法务部廉政署，实现政府廉能治理、社会诚信透明及接轨国际发展的愿景。台湾已与世界清廉国家走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与世界做伙伴，用廉政连接一个国家，整个世界。从影片中大家都会肃然起敬，因为我们知道政风的业务是维护政府廉洁形象的关键，万众瞩目。我们就要请教处长哦，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政风的业务究竟有哪些。好，主持人好，那还有各位市民好，我想大家可能对于政风的业务比较有印象的应该都是在肃贪的部分哈，就是在比如说在处理贪污案件啊哈，这个可能会比较有印象。那我这边再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除了肃贪以外哈，我们的反贪还有防贪啊，这个都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啦哈，都重要的工作。反贪的部分哦，反贪的部分主要是识别哈，识别也就是认识。那认识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是贪污哦，大概是什么是贪污。再来就是贪污造成的危害是什么哈？可能大家都会认为说，贪污的危害可能会局限于公平国内的公平正义啊。可是，可能大家不太清楚的是，如果我们的国家哈，我们的社会啊，贪污的现象很严重的话哈，其实会影响到国际或者是外资对我们的国家的看法跟他们的投资的意愿哈。所以主要第一个是我们要加强民众对于这个反贪的认识哈，就是识别。那再来是防贪哈，防贪的重要的点在透明哈，在透明。那为什么讲透明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政府建立的这个制度比较透明了以后哈，那么我们可以降低这个贪腐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它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把政府弄得比较透明，弄得比较透明，那它也当然可以增加民众，尤其是外国人对于或者是国外的这个企业哈，对我们的国家的或者对我们民众的这个信度哈，会增加，所以其实反贪跟防贪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肃贪就是大家常常会在报纸上面看到的哈，就是说不管是廉政署也好啊，或者是检调单位也好，他们又发现了谁的贪污行为哈。那这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属于我们的重点，就是在我们行政上面，行政上面我们要把这个贪这个同仁的这个法尊给他方向给他弄好，然后让他有一个定位哈。那司法上就是对于有一些已经踩到红线已经逾越这个法规的部分的同仁，我们可能就要利用司法的机制把这些人士给汰除掉，大致是这样子。所以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那这三个哪一个比较重要其实这三个都很重要对于一个政府跟一个社会来讲，我觉得这三件事情都需要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努力谢谢。所以政风处就分成了政风行政科、政风查处科以及政风预防科这三大科。是是，那刚才有讲到的肃贪、反贪跟防贪这三个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而且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存在。所以要请教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要塑造我们的公职人员操守与道德的基石，还有案例分享。是这样子啦哈，这个讲到操守跟这个道德的基石哈，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哈，可能跟民众跟公务部门的接触可能不见得会太
太频繁，或者是可能你是从事固定的行业，可能才会跟公部门有一些同仁有常常的接触了哈。那么主要还是要让同仁依法行政啊，同仁依法行政。那我们民众跟同仁之间的互动啊，有一个依据哈。那这个依据我们中央其实很早就定了。一个规范叫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哈，他把赠受财物哦，那请托官说、饮宴应酬、出席演讲哈，包括出席演讲哈，出席演讲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学术的东西哦，他也不行，也定了相关的规范哈哦，你不能利用这个演讲的时候。比如说演讲费给的特别多哦，那这可能也是一些问题的隐藏的地方哈，所以行政院定出这样的规定以后，我们基隆市政府也有类似的行政伦理规范也定出来了哈，也定出来了。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对于跟你自己有职务上利害关系的这些人，那公务员跟民众之间那要怎么样的互动？哦，那第一个我们可能就面临说，那什么叫有职务上的利害关系？哈，我举例来讲，比如说建筑师也好，或者是技师也好，他在送件有审查的这个公务员是有公务处的，或者是督发单位的哦的同仁，他跟这个建筑师跟技师之间，常常就会有职务上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受补助啊。好，比如说社会处跟民间团体，它这个也有补助的关系啊，也有补助的关系。那环保更是大家都知道了哈，你肥羊吗？啊，这环保也是一个问题，也是这个也是会有利害。它跟受查器的这些对象，或者是受检查的对象，当然也会有利害关系。所以那这样子，如果民众跟我们的公务员发生利害职务上利害关系的时候哈，那怎么办？那我想交往上或者是互动上，大家大概可以记住几个数字啦啊。第一个是500块啊，那第二个是1000块啊。这个500块呢，就是说你如果虽然有利害关系，但是因为这个价钱真的很少啊，比如说一杯饮料。几十块，那就还好。好，那如果说是我送一个科，哦，或者是一个组，人多了就超过了，那可能就会超过。那所以还是有一个上限，1000块。哦，还是有一个上限，1000块。好，那这几个数字让大家提供一下。另外就是说，那比如说有一些尾牙呀，或者是说这个中原普渡啊，哦，那怎么办？那就是社交礼社正常的社交礼俗标准哈，社交礼俗标准是3000块，好，3000块。譬如我跟我的长官也有职务上利害关系哦，对不对？那他的一些这个婚礼就是小孩子的婚礼啊，那如果我去的话。你就不能报3600了？我不能报3600，三千，我真的有被退过600的，所以这个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哈，怎么说？其实定这个东西是让民众跟公务员有一个规范哦，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大概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啦，都有一把尺，就是说其实我们定出这样子的东西，对于民众来讲，民众会不会觉得不方便或者是不妥当哦，那其实不需要太多去琢磨这个。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就是那句俗话嘛，瓜田李下的这个俗话啦哦。那么这瓜田就不纳履了哦，那李下就不整官嘛哈。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了哦。像前一阵在网络上，我有看过一篇这个文章啦哈。他应该是一个类似一个网友他自己写出来的，就是说他的工作当然也是公务员啦哈。那他跟他的前辈去这个聚餐，结果没想到前辈的朋友。
可能是同业的吧，就到场了，送了他的1000多块的东西哈。那他就说，他就写在这个网络上说，在这个没1500块的礼物可不可以收啊？那么其实，下面的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民众的回答，其实都非常有智慧哈。我觉得所以现在民众真的是大家的水准都已经很高了哈。他说，你以为攀关系非得要等到开始有业务的往来才要开始攀关系嘛？哈，当然就提早了就先下手了。他说不熟的人送。没事送你1500块的东西，你觉得你不会担心吗？哦，然后再来还有的这个网友回答说啊，你很缺这1500块吗？哦，那个缺到拿工作跟他赌的地步吗？哦，所以我想，甚至有人这样说说，等你被扣去土城的时候，大家揪团去探望你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哦，所以我想。民众都非常有智慧，这个公务员的廉政伦理规范，我相信他是放在那里让大家看是一个标准，但是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啦，哦，一把尺。好，对，那刚才有讲到非常关键的三个数字，500、1000、3000，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好，那在业务在推动上是不是有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那又怎么解决呢？我想哦，在反贪哈，反贪倡廉跟这个防贪的部分哈，因为我们推动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预算啊，讲实话，没有预算可能很多事都不方便做了哦。你其实很简单，你看不管是鉴定，送外要鉴定，或者是你要宣传，或者是甚至你要办活动。哦，像上次甚至可能比如说来上节目，可能都要预算来支持哈，所以我们在反贪跟防贪的部分，尤其是反贪，我们希望能够向下扎根哦，因为以前宣传的对象可能都是开始都是公部门，因为然后再来找的私部门的时候都找私企业。那我们现在开始慢慢走向这个向下扎根，那向下扎根我们就希望往学校往儿童的这一个诚信的方面去教育他，从教育着手。对对对对，主持人您讲得很好，就是我们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能够知道什么是诚信，那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这个东西是不能做的，因为做了以后不只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见了，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国际的观感，对这个，然后甚至投资的这个意愿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哈，所以我觉得，教育是很必要的，但是不好意思，在这个部分都要预算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比较急业务上面推动的，就是关键，我觉得就是当然不要说棘手啦，因为我想各单位的预算都是一样很需求哈。那也还好，是这个，其实历来的市长都蛮支持政风工作的啦，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有机会，那民众在这个，比如说中元节呀，看到我们的同仁去跟你们拜访、跟你们宣导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也请大家多支持，多支持。那么在肃贪的部分哈，那比较棘手的是举证哈，我想。所有的争议案件或者是争议的案件或者是这个检举的案件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举证，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给还原出来。那譬如说最近哈，最近我想比较多的案件，可能大家在媒体上面你收到很多，对不对？没有，当然不敢哈，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主要执掌啊，就是有关于性这个骚扰的案件，嘿，对，那我举这个是为了讲说举证有多重要，那这个不是我们政风的主要业务啦，因为我们协助机关有的时候不免可能机关首长会请我们做一些行政调查，那这个部分。那我只是举很久以前的案例哦，来让市民知道，就是说，举证对于一件事情，对于我们，不管你在要不要诉讼，
或者是你要不要替自己争取权益，举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很久以前我曾经有碰过一次，那么当然也是机关首长要求我们，不然我们可能就不会去介入这种的个案了啊。他要求我们去查，那个案子已经是罗生门了，就是说男方跟女方都各执一词，那女生认为说，那因为这个是发生在公部门里面，那女生认为是她在茶水间的时候动手去翻她的衣领，然后跟她说，那你今天怎么穿深色的，那后面的我就不说了，深色的什么东西，她说她穿深色的，那男生说他没有这件事。好，那因为男生是这个单位的主管，主管，那女生只是一个比较低位阶的员工，所以当然这个平等上就没有，就是他的位阶上就没有很平等，所以而且因为是在茶水间，所以没有摄影机，那当然我们去查的时候，因为这个女生来跟机关首长反映的时候，摄影机的就已经全部记录都已经覆盖过去，时间有点晚了。那因为他是单位主管，所以当我们去找证人的时候，没有证人愿意，就是没有同仁会愿意出来作证，这也不也是预料中事，就是没有，因为其实他要作证其实很难啊，因为在茶水间只有两个人，所以其实会不太容易，没有第三个人，对其他看不太到了，就是证人的效果也不好。那所以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方式，就是先问这个主管说，你有没有动手去翻，就去拉人家的衣领，他说我没有，但是他说我有跟他讲说，你不可以穿这么暴露的衣服来上班，他有这样说。那我们当然就追问他说，那怎么样叫暴露？他说他穿的是白色低胸的 T 恤啊，比较深色的，里面的是比较深色的。那么好，那但是这样子还是罗生门，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还原现场的状况。然后那后来我们就继续追问女生，就是男生的笔录做完了，我们就继续追问女生说，那你那天到底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来上班？那女生是说她穿着深色的衬衫，深色的衬衫。我想好，还是罗生门，因为两边还是对不拢，对，还是对不拢。那接下来怎么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做行政勘验，请女生把她当天的衣服跟里面穿的衣服一起带来，然后我请女同事帮她做行政勘验，记录下来。记录什么呢？她的衣服在任何光线下是透不过去的，而且穿在身上的时候，从外观你是看不到里面的形状跟颜色，是看不到的。好，做完大家会，结果我们的同仁问我说，哎，那你做完了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还是罗生门？为什么？因为还是罗生门，就是两边还是讲法是不一样。那最后解决的方案是，因为我们问过所有的人，没有人愿意出来当证人，所以他当天穿什么衣服上班我们还是不知道，那摄影机也没有办法显示出来。所以最后还好我们人事单位想到说，哎，他当初上班的时候我们刷卡，用刷卡的，可是刷卡对面有一个摄影头，所以那一个东西是保留两年的，所以我们就调出那个记录看，结果证实了女生说的是对的，女生她的确穿的是深色的，而且她是有领子的，你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那所以我们就逼问那个男生说，你怎么知道是里面是深色的？所以他就认了，只好认了。所以其实在做这样子的调查的时候，证据都是非常重要。如果今天没有那一个刷卡的那个摄影机，那就什么都很难处理了。那所以我才说，其实我们侦办工作里面，在行政调查的部分，证据对我们来讲一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啦，最重要的环节。好，那另外呢，有一些
个案哦，很长以前的个案，我顺便在这边跟主持人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说，不是只有给钱，哦，不是只有给钱才是贪污，哦，不是只有把钱给你才是贪污。其实我们以前的经验来讲，其实不正利益也是贪污，不正利益有很多种啊。不正利益有很多种，那像早先以前有碰过的案例，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经办人，那你要花公家的钱，你要花公家的钱，那一般来讲就是你把公家的现金支付出去就结束了嘛。对。那如你有没有想过说，居然有人会动用自己的信用卡去代替刷卡啊？对，代替刷卡，对，代替刷卡。那这样子到底有没有问题？看样子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钱真的也是用在公务上。公务上，嗯。那重点是他还有红利点数。对，主持人您很厉害，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所以，那这个红利点数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法律争议？哦，在此我们先不去很详细的去破解它，但是它至少这个公务员会有行政责任，你的红利点数掏不回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对于不正利益，它的太阳真的是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好，比如说以前还有碰过其他的案件，类似的案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工程单位啊，有一个工程单位，他说我每天要到现场去厂勘呐，哦，就去厂勘，那所以呢，我需要一台车子代步，他需要一台车子代步，那么我或许这个是真的，哦，但是如果你使用了厂商的车辆，你使用厂商的车辆，不可以，这就会很有问题，因为其实基本上你用公务车就好了。对。好的，那如果说真的公务车不够了，那你可能要想办法要求支援哈。坐计程车报账。对，这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如果你选择使用厂商的车辆，那风险就会很大。那最后，当然这个代步车，经过司法单位的查证，发现这个代步车它不是真正拿来到这个工程去勘查的厂勘用，它可能事实上它只去过一两次，剩下的时间这台公务车就是它还有它的小孩还有它的家人在使用，那么当然油费啊保养费啊还有各方面的支出就是由这个营造单位去就是包工的这个营造单位去帮他支付，所以这样当然也是不行的哈。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我没有拿到现金，可是是这个也是一种不正的利益啦哈。对，公务车也不能乱用。对，这个等一下会谈到哈，公务车跟出差。那如果因为主持人提到了哈，我们公务车跟出差，就是如果你有出差到甲地到乙地，那如果说事实上你根本没去，那你回来还报了差旅费，这是在公部门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发生的，那以前可能都比较重，我们可能都法制单位这边法务部这边可能都是有人检举你们才会知道。对对对，对，然后对主持人您补充的非常好，对，都是检举啦哈。那眼睛都在你旁边。对对对，这个眼睛都在旁边，这个问主持人讲得非常好，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因为真的是很多，就是说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啊，公部门可能公务员可能平常都过得很平稳哈，其实有的时候哦，在快要升迁的时候，好，你不知道黑函就来了。对，大家会认为说，哎，这个肯定快要升迁了，那所以可能，你之前做过什么事，你还没要升迁的时候，不会出来，不会被爆出来啊。可是快要升迁的时候，就那么神奇，黑函就到了，而且都很准哈，都很准，哦，就检举的都很准。好，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状况也很也是一样，就是说大家可能认为说，因为我没有拿钱就没有问题。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哦，就是说好，比如说以前有碰过这种案例，就是说我今天跟着
比如说我来验收啊，验收完了之后，可能我的主管也来了，然后验收完之后就会跟着这个厂商去吃中餐，哦，那么我们当然一再有跟同仁劝告说这个不行，啊，但我讲的这是以前啊，不是指现在了，哦，现在都不敢，不能验收完千万不要跟厂商去吃饭，哦，这个太危险，就算隔几天也不行，最好不要了，最好不要，因为这是太危险。那他呢，这个公务员他跟厂商去吃饭，然后席间呢，人家厂商就跟他讲了，说今天验收有一些还是有一些缺失啦，那你高抬贵手哈，那我这一点你就意识一下，那你就收下这样子。然后那他就说那不行啊，我们不收钱，所以就把这个钱就退回去了，哦，这席间就把钱给退回了。那但是他说我还是会尽量帮你们忙，哦，所以他该列的缺失他就没有列。那没有列的话，那本来以为没拿钱就没事了嘛，可是因为他有吃那餐饭，那那餐饭还是两三千块，所以还是被法官重判了，然后所以不是只有钱，不正利益吃饭也算，哦，也会被算进去，不要随便乱吃，对，饭不能随便乱吃，这个口罩不能随便乱摘，哦，那现在可以摘了啦。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情形，像代付宴席啊，比如说我们请婚宴啊，然后这个婚宴的费用可能是厂商后来支付的，哦，那么这种案例也有发生过，哦，也有发生过。再来可能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介绍子女去上班，哦，比如说有曾经就有碰过这种去抓这种排放废水业务的这种环保的同仁，哦，然后他的小孩啊，去这个化工厂上班，那他的爸爸就高抬贵手，就放过很多次，然后呢，当然后来还是被查出来，哦，那这种介绍子女上班的案例其实很多很多，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种是介绍子女去厂商那里上班，可是事实上子女没有去，他薪水照样给。哦，也我记得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哦，还有这种，就对啊对，就是说，所以不是只有把钱当场拿给你，这样才是贿赂，透过其他方式都会被查到的。哦，对，因为其实现在的收证设备其实非常简单，哦，因为现在的手机都可以录音录影了。哦，所以真的外面的监视器又非常的多，哦，所以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政治人物，我是忘记哪一位了，他曾经就说过说，就是现在的人很辛苦，要出家当和尚，哦，出家当，那当然出家当和尚，这个出家后面一点，哦，当和尚，哦，就是说离开家了以后，因为监视器很多，那外面随时都有手机可以拍到。这个每一个人的行动甚至声音都会被收到，哦，所以出了门以后就要很小心，谨言慎行啦，哦，谨言慎行，哦，那像这样子的例子其实真的蛮多的，哦，真的蛮多，我也碰过，我以前也碰过，哦，那么职务上如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哦，与职务上发生有利害关系的人发生这个性行为，当然也是一种不法的利益，哈，不法的利益，哦，那像有押解的情形，比如押解，以前有案例，哈，就是押解的人员，啊，这个泄密吗？不是，押解的人员，哈，到押解的人员，因为你从 A 地啊押人犯到 B 地，那他因为要过夜啊，那他投诉的时候他就跟对方讲说，那因为怕你逃走就弄一间房间嘛，那就趁势趁机就当然就做了坏事，哦，那第二天一早发现这女生不见了，押解的人犯是女生不见了，所以就他当然后这个东窗事发之后，那他的行为那也是会构成贪污治罪条例，哦，这个不正利益。在你刚刚讲泄密的部分，泄密的部分就
我想就也应该也不少了。我想各位在新闻上应该也看到不少，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是有权可以查掉一些个人资讯的，那这些个人资讯哈，各自可能都是在公家机关都是机密，那你要去查它，可能都要经过层层的审核才能查的。那他可能为了自己的私利哈，比如说他有的人会看上某一个对象啊，或者是替小孩，或者是替男朋友女朋友去查某某人啊，或者是查自己心仪的谁啊，那都有可能会造成泄密罪，都有可能。那如果你因为查这个资讯又泄露给别的人，然后又去换取金钱或者是不当利益，那就变成贪污治罪条例了。所以自己知道就好，对不对？哎，自己知道不见得会泄密，不见得会犯泄密。自己知道的话，因为他可能会违反一些行政规则哦。但是如果你告诉别人，那一定是泄密。那像这样子，我们其实中央单位对于这种有机敏性的资讯，我们都定期会做 LOGDANG 的复查，也就是说，我们会要求你，如果没有发现异常的查询的时候，我们会请你拿出，请这个公务员拿出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查这笔资料的依据，好，比如说你有没有签给你的首长看过，哦，所以当然很多民众也常常来跟我们反映说，他觉得他的资讯好像被泄露了，哦，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为什么对方知道我写了这篇黑函，哦，主持人您非常有经验，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目前很常常听到的，哦，常常听到的。但是我只能说很多事情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证据啦，哦，它不见得是真的是由这个公务员泄露出来的，他很可能是因为旁边人瞄到了。不，他可能是跟他之间本来就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有私人的仇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纠纷，那或者是有商业上的利益的关系。好，比如说我是某某厂商，如果我被弄倒了，那么获利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厂商。哦，那我真的被弄倒了，那么我当然就会怀疑可能是另外一个厂商检举我的，哦，所以不完全是，有的时候不完全是说好像泄密啊或者是什么，反正是他猜对了。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证据啦，就是我们一切还是以证据为主啦，因为我们是法治的国家啦，所以一切都是要看证据啦。那么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加班的部分哈，以前也常常碰到啦，就是说有一些加班，那么加了班以后，那你正常的来讲领加班费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是正常的加班，他比如说他申请了加班以后他就跑出去了，他可能去运动，上健身房去，然后再回来打卡，对，然后最后结束了之后他再回来，然后监视器都会拍到刷退，对，他来刷退，哦，那现在因为监视器更方便，哦，所以很容易就会不小心就触犯到，那这个部分现在法务部也慢慢都让他从贪污治罪条例离开，变成诈欺去追诉了，因为他慢慢的法律的见解慢慢会移向说这个跟不见得跟他的职务有关系，哦，因为加班是大家都可以加班的，不是跟你的职掌哦有密切的哦关系啦，哈，所以这个部分也大概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公部门的同仁注意的，哈，那民众当然如果知道有这样的情形，还是来可以跟我们来反映，然后比如说您知道说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是
要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回避的状况也有很多，哦，回避的状况也有很多，只是它不见得是贪污治罪条例，但是一不小心的，还是同仁还是会犯到，哦，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情形？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我是公务员，结果，我的太太，好，哦，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来申请一个准驳的事项来跟我，结果我承办了。我承办了，我承办了。那理论上，按照公务员法，我就要回避，我不能办他这几个案子，因为这样子办下去，不就是瓜田李下了吗？哦，就是哦，就是等于就正好在瓜田里面去绑结带，也是会被人家截取的，哦，就绑结带。所以当然这个部分也是要注意。我有碰过类似的个案哈，就是也是一样，他而且。他在自己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申请回避，那他的同事也知道，但也没有检举他。什么时候检举他呢？他要升官的时候，检举函就到了，而且检举函到了非常准确，那个公文放在哪里，那个公文的文号是第几号，通通写来。哇！对，我就直接去抽屉打开，抽屉打开拿就好了。对哈，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在公部门在操作公务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很多细节要小心，哦，所以其实或许你觉得没什么样，其实都是已经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对，而且可能他会发生这个被人家拿来追索的，可能都在后面。他不是当下，所以你可能会很多公务员都会认为说我没有什么啊，当下不觉得怎么样，可是过一阵过那个过了那个时候，等这件事出来，对就很痛苦了，然后就很痛苦。是，所以现在跟上时代潮流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打击腐败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反贿选、反贪污文化。所以我要请教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建立公正选举的重要使命。哦，是这个也可以。也是要趁这个机会跟主持人还有跟市民朋友报告的哈，就是当然去年是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已经结束了哈，接下来就是明年1月13号的16届的这个总统、副总统跟11届的立法委员的选举哈。那么在这边只是跟各位再提醒一下，我想贿选的方式其实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哈，用现金啊，或者是有价的物品啊，或者是吃饭啊，哈，招待这个交友哦，这种情形已经，其实我想新闻也报很多，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在这些场合或者是这些动作发生的时候，同时有明示或暗示要你支持某一位特定的候选人，有被录音录到的，还是证据问题？还是证据问题啊，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要跟各位报告这个？因为这个法务部历来都有跟大家来宣导，或者是透过我们政风单位跟大家拜托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发现类似的现象的时候，因为现在收证很方便，就请大家随手拿起自己的手机，对，把它录音录影也好，收证完以后，请不要乱公开，不要乱丢，不要乱送，不要乱泼在网上，检举奖金就没了。对，然后请你打基隆地检署的检举专线哈，0800-024-099，然后后面要按4，哦，然后。打完以后，自己跟检察讲这个接电话的检察官反映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大家听到检察官可能都会害怕哦，那我可以跟我们政风反映也可以啦，我们也可以替你们转。那么，检举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这个贿选的，当然我相信贿选不可能是本人来啦，通常都是透过装脚啦。那本人的话，你们大家可能会很高兴，突然看到这个。政治明星出现了哈，还要拿钱给你，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那么奖金是1500万，奖金1500万。那立法委员的贿选的这个，如果有你们大家有收集到的话，是1000万，好，1000万。那么这个我们也奉法务部指示，
在任何场所、任何机会都要跟市民朋友报告这个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一起来帮这个我们维持良好的选风，我想这个部分我想已经应该是大家都很清楚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好不好？是，对，就一起来监督市政啊，一起来创新来改革，我们要反贪污反贿选，这件事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要达到清廉执政的目标，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其实市政府已经启动了公共工程的采购廉政平台，一块来看看。我们会开始成立，跟大家讲这个基隆市政府的采购及重大工程的廉政平台。那这个廉政平台是怎么样的运行机制呢？就是在未来重大的这个公共工程以及重要的业者的评选，我们会由本府或政风处，对于判定重要公共工程采购案，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启动廉政平台。那当然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一定的金额，一定的制度化，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会授权政风处，包括鲁处长在内，来定一个标准，来成立所谓的基隆市政府的廉政平台。那成立廉政平台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跟大家来解，放这边就好，我跟大家来，在我旁边一点，来跟大家来解释。就是在这个廉政平台成立后，当我们觉得这个会议这个是重大的公共工程或者业者评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函邀请，包括地检署，包括廉政署以及调查局，就是我们俗称的检廉调，来参与整个评选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参与这个评选的过程，就可以让这个很多外界更了解到这个评选的内容。要不然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公共工程的评选，其实外界是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启动了这个廉政平台后，就可以让检廉调进入到这个评选的过程。那我再跟大家说明一次，双北包括台北跟新北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存在的，唯独目前我们基隆市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制。所以未来我们也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廉政平台，重要的公共工程、重要的业者评选，我们要引进这个专业的人士跟我们共同与会。那我们做这样子的目的是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我们要杜绝外部不当的干扰，因为我们其实了解到有很多的公务员，其实他们是很想要认真好好做事，选出最好的厂商跟这个业者来为政府为民众来服务，可是往往有很多很多外力的干扰，来自于不同的方面，有时候会让公务员是不胜其扰。所以我相信在廉政平台启动后，在这些评选的会议中有检廉调的参与，我相信能够有效的杜绝外力不当的干扰。那另外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要优化我们监督的机制。只要有人看着，有人注意着，比照双北一样透明化，那么我想，就可以达到清廉执政的一个这样子的效果。哇，可以看到我们市长真的很有决心，直接召开记者会来进行这一个廉政平台。我们要请教科长，有没有什么细项要补充？其实刚刚市长已经就机关采购廉政平台的部分啊，做了很详细的说明了。那我这里就简单补充一下，
为什么会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构想出现？那最早是我们廉政署，那他可能希望可以提高我们公共工程建设的品质，因为可能有一阵子公共工程建设的可能弊案一直层出不穷，那希望可以从最前端，可能在采购案成立的时候呢，就减少那个弊端发生的可能性。那如同刚刚市长说的，就是在采购案还没有成立之前，可能在招标阶段之前，那我们就先引进了可能就是像是检察署、调查局或者是廉政署的人员，那协助我们在检视整个标案有没有问题，然后也会把相关的资讯，就是我们会有廉政平台的网站，那会把相关的资讯放上去，那一般的市民或是那个关心这个公共建设的朋友，也可以从这个网站上面去了解整个细节，那可以希望可以就是大幅降低弊端产生的可能性，然后也就是杜绝会有不当外力，比如说是一些厂商可能想要抢标或是什么的状况，希望可以降低整个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提升我们公共工程的品质，然后也希望透过外力的协助，让我们就是公务员，比如说在承办这个大型采购案件，就是工程案件的公务员，因为不会降低外力的介入的话，他会比较愿意去承担这样子这么一个重大的案件，然后在案件中有问题的话，可能也有这些外力的协助，可以协助他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像刚刚市长也有说，我们像是新北市、台北市都已经有在推动这方面的廉政平台的一个运作，那我们未来也会在市长的就是支持之下，如果我们相关的案件也会成立廉政平台，这样是，所以有任何问题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政风处来联系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廉政教育要向下扎根，所以可以看到政风处推出这个传播知识的创新方式，我们一样请教科长。刚刚处长在前面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我们近年来就是希望可以从教育去着手，就是推动，应该说是从小向下扎根，从小朋友开始，就是建立他们可能是诚实、信用、廉洁的一些观念。那我们今年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廉政图书展的举办，然后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可以透过比较轻松的方式去接触有关诚实啊、信用啊、廉洁的一些观念，然后有向达到我们向下扎根的效果。那今年会在7月6号到7月16号之间呢，我们会办理一个廉政图书展的活动，那分别是在我们中正信义跟安乐图书馆办理。那这个期间呢，除了我们会有就是集点活动，也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尽量去阅读我们这次书展的书籍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办理廉政说故事的一个活动，那分别会在7月8号跟7月15号的周六上午，在三个图书馆都会有廉政说故事的活动。另外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呢，我们会在7月6号开幕当天，我们会邀请市长，就是担任我们廉政说故事活动首场的主讲人。那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就是如果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共襄盛举，然后可以看我们海报上面的那个联系方式，然后向图书馆或者是跟我们政风处这边做报名，这样子。对，所以就欢迎大家，只要家里有小朋友，其实都可以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因为听说还可以集章换小礼物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来参加我们说故事活动也会有小礼物这样子。是，集满3个章就可以兑换活动小礼物一份。那可以看到政风处他们其实历年来在推动这些政风公民的廉洁意识是不遗余力的。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嘛，那请教科长，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历年来你们都做了什么样的创新？应该是说近年来我们对于廉政。应该说是活动的举办啊，已经越来越推陈出新。那近年来比较创新的方式呢，就是会结合，应该说是因为我们每个地方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那因为我们政风一体性的关系，就是我们廉政署是我们
上级主管机关，然后各县市都会有不同的资源，那廉政署会集结各方的资源，我们做一个资源共享跟跨域合作的那种方式来办理活动。像我们这一次的图书展也是一个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里面的书籍很多都是廉政署或是其他主管政风主管机关出版的一些廉政的诚信的书籍，那我们这边就是算是共享的方式，把他们的书籍就是请他们提供给我们，然后作为我们这次书展的书籍，也是书展办完之后也都会放到我们的图书馆里供小朋友来做阅读。那另外就是我们还会近年来也很常透过跟志工合作的方式，在基隆这边也是推动很多活动，因为其实我们的廉政志工对应该说是我们大家会对我们机关应该政风处会有可能会比较有一些距离的感觉，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志工来帮我们做宣导，然后拉近跟民众的距离。那其实我们的志工对于我们的业务上帮助很多啦，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去做摆摊也是志工协助，然后或者是志工也会像这次的图书展说故事的部分也是请志工来协助我们做故事的整个的就是讲演的部分。那他们去年其实在疫情期间也有去做那个廉政故事的快闪行动剧的部分，就是其实志工对于我们在业务的推动上面有很大的注意。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也会现在有向司部门推广我们就是廉洁诚信元素的希望不止我们公部门有廉洁的推动，那也希望司部门也共同有廉洁元素的那个进行，所以之前也会就是我们会透过座谈会的方式，那可能会跟司部门直接做沟通，然后减少他们对我们公部门的一些疑虑，用这样子的方式希望能够降低就是我们解决疑难杂症，对，我们降低我们机关的一些廉政的风险，然后也跟一些企业们有一些比较良好的互动。我们大概最近会透过这些方式来做一些就是廉政的推动，这样子预防的工作。像你们在110年的时候就举办了一场产业用地增效能简化便民增效率的座谈会，对不对？对，这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当初是本来只是希望可以跟企业们做图利与便民的一些概念的解说，那因为就是企业们给我们的反应也很好，那我们除了在这一个活动里有图利与便民的概念的解说之外，我们也有邀请可能像是经济部或者是的一些长官来就是协助企业做他们觉得可能就是工业区立体化的一些问题的解决，让企业可以在现场就跟我们官员面对面沟通，不要产生一些误会，然后也可以加速我们的行政效率，达到便民的真正便民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个座谈会的效果其实也算是很成功，这样是最重要，就是要简政便民，让我们的社会更公开透明、更公平正义。最后3分钟，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我们宣导一下啦，展望未来。好，是那个主持人还有各位市民朋友哈，那在这边还是在跟大家报告哈，这个我们的反贪啊，我们的防贪的工作都需要市民朋友大家的协助了哈，所以也请大家在7月份如果有时间，就带着小朋友啊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图书展啊，图书展啊，那这次的书我们都是去跟其他的政风部门或者是其他的县市政府啊跟诚信有关系的书籍去把它商借过来，所以应该有蛮多的东西可以看呐、啊，哈、哦，蛮多的东西可以看。那再来就是也要跟大家分享哦，我们112年，就今年哈、哦，我们的国际透明组织，国际透明组织已经
发布了一个公布了一个结果哈，就是我们去年180个全球180个国家跟地区的一个连结评比哈，我们是在25名啊，在我们25名算是前非应该是非常前面的名次啦哦。那这当然也是大家全国的民众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了哦。哎，超越全球86%的国家。对对对，您数学很好，180啊，对对，80%几，哎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亚太哈31个国家中哦，我们是排名第6哈，排名第6，所以我们只输啊纽西兰、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日本哈。那么所以这一些这个成果哈，都是在在的显示我们民众的素质，还有这个我们的国家哈的这个运作，让国际能够接受我们啊，能够肯定我们。那么我们基隆市政府当然也是这个国家的一环啊哈。那我们希望我们市民能够秉持这样的精神，来继续支持我们的政风工作。好，那么我们就7月6号的图书展跟大家再次见面，好不好？是，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我带大家看到市府在廉政这一件事情上做了很大的努力，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公平正义，充满正能量的社会。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